前，林允在网上个人社交平台发布红毯造型照，黑金配色的长裙，特殊的单边肩袖设计，透着一种犀利的高级感，完美的诠释了女神风。林允所穿的长裙，独特的单边肩袖设计，透着一种强烈的高级感，黑衣个性十足，大气上档次。照片中的林允状态很好，对造型的驾驭也很好。林允一改往日的甜美风格，金箔飞袖十分独特，高贵端庄。林允的发型也算是比较简单的小波浪，也是相当精致了。而林允的这套服装就是带金箔的小香风长裙，这件长裙穿在林允的身上，似乎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味道，加上黄色的金箔做点缀，更增添了林允的时尚感。林允这种暗黑系风格还挺亮眼的，让林允的气场也完美呈现。看着林允这样的造型，让人不禁想到美人鱼林允变身成了黑森林公主了。你们喜欢林允这套长裙装吗？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